行了，这就行了，稳当了。这不晃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翔。今天开始下降，今天是4月初8。昨天掰好了，一会儿就直接给它倒里边，完之后盐跟水兑好了，就妥了。行了是吧？我就打就翻那个酱酱去，这个是30斤的酱，完了直接倒缸里边。这下酱是非得是人，都是好吃，各家下的。那可不。反正你得看住了，你得别下雨，灌里水去。下雨第一时间往家跑，开酱缸。咱家不断有人没事。妈，咱家这些年那啥被没被雨浇过？没有，看得紧呢。水跟盐直接倒里就行了，完剩下的时候就打蜡，接着打蜡。妈，这些盐正好啊。嗯呐，15斤。兑90斤水是吧？嗯呐，都最好了，我咔嚓光里倒。今天给他搁半斤。那正好。啊。半不行了。嗯，退咸了也不行，反正是这个半斤正好。嗯。15斤盐搞里头。提前刷干净了。提前刷干净，爬它一爬。搁了搁匀了就行了。有没感觉了？有大酱有感觉了？还是我昨天洗。整着老子秤砣呢，居然也不要剪的呢，这正好我搁这个酱缸忙着，一天两遍。嗯，这回可有啥干了，找大工程。走溜达到后园子了，就顺便就打了。早晚各一遍啊，这是费事，没人敢整这玩意儿，怎么着？吃个好吃呢，吃蘸点大葱，妥妥的了，咔咔呛，可香。找板正的。这布我整的大了，娃娃那个这好了，接在尖儿的呀，这网上，那就这边有点那啥，这边有点轻。这谁家大门掉下来的？敢扎枪了？这当当当送的才好。你这家那可防御网，那你当的你磕一个月磕20000了呢？那多好，整不正好？哎呀，这玩意儿刚来的呀，妈。那这都多少年了买的？童年的回忆啊、哦！这大帽子。先不盖是大哥，不盖，先放一边去吧。不下雨不盖，搁这上头，搁这上头。这就得下边最就得沉点的，要不沉点这个布刮跑。你要不下雨先不盖，那不行吗？我看这锅面面，我硬的呀，敲不动吗？敲不动。呀！这锅我在这留下那刻呢，真干净。炒上啊，马哥！那炒可香了。炒点爆米花吗？得。还有干苞米呢，咱们。炒上呗，咱俩。这土豆分的好吃，比你切的强。好，大火烧。黏糊的出锅，葱花。嗯。那炖锅蒸面呢？甜面。嗯呐，那甜的我娘，怎么样？嗯，怎么样？行，又甜又面。嗯，我要给我那鲜味再收一下。嗯嗯。这是最简单的做法，炒毛菜。嗯，我自己行呗。今天呢，我家把那个大酱下缸里来的，就是从二月是糊的豆，到现在就是和好了之后掰成块，最后下到缸里，这个大酱就全部完成了。这回大酱教你了，天天没事打啊。啊，小菜一碟嘛。大酱那不天天打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记得点赞加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